不知道低潮去，然后用低潮来开了哦。哎，我还没开，我还没复制过来。桌面功用捷径动画特效，本书范例第七，复制啊、哦，然后到我的那个动画版按右键贴上啊、哦，那这边用所谓的原始档，第一个飞行文字平台再打开来啊、哦，第一个。哦，我们之前有做过的第一个哦，做按右键怎么打闪，对不对？哦，打闪之后呢，做什么？分散至按右键分散至什么图层，然后把第一个图层按右键怎么样删除掉？哦，删除掉。那，嗯，老师，你不是有一次就一次都做上去 copy 的？这就是啊，哦，不是啦，我刚才是说做法，我知道你讲到做法，第一次我知道啊，哦，我现在是说这个啦，是说现在我知道你刚才讲，我们在昨天才讲过啊，啊，那个什么文字的、啊，龙潭乡公所的，哎，不是，我是教我们那个，不是教你是教我们公所的，因为我有教两班都是福瑞区，然后也会那个，那现在就说。有啦，之前他有听过，之前上一班那个什么有他就知道那个网页设计班的哦。那我来看啊，这边一样，我先分散这个图层，最主要的目的我们要做什么啊？对，单一个图层我要把它转换成元件，对不对？哦，如果说你这样子五个都选择，它不会做五个元件出来，不会哦。它只要是也是一样，我们要按右键一个一个按右键做什么？哦，转换成元件，哦，转换成元件啊、哦，然后呢，就图像注册点在中间啊、哦，直接给它 F， 最好是那个改成大写哦，比较好 F 啊、哦，然后呢，确定，然后呢，第二个点它，哦，点这个啊、哦，按右键转换成元件，然后就直接就是流，啊、哦，然后呢 A， 哦，按右键转换成元件，啊、哦，就是 A， 然后呢，确定。然后呢，点它一下，按右键转换成元件 H， 好，一个。然后这个 H 按右键转换成元件，好，按 H， 然后那个，啊、哦，那这五个元件好了之后，有他刚才讲的，就是说我五个，我可以按住选择第一个之后，按住 Shift 键 ，Shift 键。尺规你不要。啊、哦，对对，尺规哦。如果说做五个的话，尺规就不用了。哎，哈、哦，什么叫做五个呢？我第一个按住 Shift 键，按住 F 键 ，F 点一个 F， 然后按住 Shift 键再点 H， 这五个是不是被选到了？有没有？五个选到可以做什么？按右在这个任何一个格子上面的点上面按右键，建立传统补件动画啊、哦，移动补件动画也可以啊、哦，不是说它因为它本身就是移动也可以的啊、哦。那我们是用传统补件动画。这五个、哦、就可以做什么？移动，哦、做移动、哦、做一次移动。那差别在于什么呢？说它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而已。哎，啊、哦，有没有移动？我移动到这边来。啊、哦，然后第几个？十四格，对不对？哦，一样啊。哦，十四格这边，按住应该是按住虚拟的。哦，按插入所谓的关键一格，有没有？就通通都有了，有没有？然后你这五格要怎么样？做一次移到原位，这边。哦，那你注意看，有没有？五个是不是？那差别在于什么呢？在于说我现在要做的动作，我第二格动作是不是可能给它移到四个位置？然后第三个，哦，我现在随便移啊，没关系啊，大概啊、哦。是不是这样子？很快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回来的时候，他也是一样了，有没有？哦，那哦，那最终是差别在于说，哦，我比如说四十格，我要按选起来，我要按右键插入什么？哦，影格啊，哦，影格，哦，然后他就会怎么样？哦，这样子出现，可是呢，最后动作还是要做什么？
从这边开始，第一个，千万记住第一个哈，要把它移到哪里？移到这边来，然后做动作，缩小，哦，缩小，然后呢，它的什么，那个颜色效果对不对？你看那实体对象 F 啊，阿法值20%就好了，然后再做这个动作，一样，把它怎么样，移过来，然后把它缩小，然后做什么，阿法，哦。然后再一个，这样子是比较快了，还是比较快，对不对？然后比较方便，所以都是不用对齐的啊，不用对齐啊。然后阿法颜色，啊 ，S， 啊，然后移过来，先，太小了不好移了，太小了不好移动，啊，啊，阿法颜色20%。啊，然后就 H， 啊，这 H 就不用移动了，直接就缩小阿法，啊，那这样子好的话就一样了，啊，你看到没有？是不是一样了？哦，这种动作是比较快，是没有错。那所以说你要记住，就是说，哦，可以，那要记住这边的啊，这边也是可以做一次，把它按右键移除不见动画哈，有没有？啊，一样，哦，它所以说它会有这种效果出来。哦，然后呢要特别注意最后面的呢要怎么做呢，哦，那通常是这样子的，从这边按住不要放啊，重来，按住不要放啊，拉到这个地方来，复制影格，哦，按右键复制影格，然后在这边做什么，贴上影格，哦，然后这边要特别记住啊，啊，从这边一样，先点掉了，按按右键叫什么？反转影格，我不知道行不行啊，因为好像不行了，要反转影格还要拉，因为它有没有它跑掉？有没有看到没有？哦，我的做的意思是说，好像我不需要再那么费功夫这样子啊，哦，有没有？哦，那还是我看这个反转不行，还是。可是这还是有啦，哦，有还是有，我们一样做那个用一样啊，一样用拉的。等一下我在背后，背后，哦，他这样还是拉出去了啊。哦，所以说你要做所谓的一个一个单独的啊，单独的反转啊，这边按右键反转一个，啊，哦，也是不行，那所以说还是要做过了啊，因为它的影格不一样，它是要跳出了啊，按右键删除啊，那做到这边之后就开始做什么，它一样是从 Free 这个 F 开始走，对不对？我们看这个嘛。哦，有没有？它是从上面开始做了，哦，出来之后呢，然后呢 ，F 开始走，有没有？是不是 F 开始走？哦 ，F 开始走，哦，那所以说这边的话，你就要也是一样，做的方式也是一样了，哦，做的方式一样，其实可以把这个后面那四个哦，直接就从这边就拉出去了，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直接哦。只是说头尾的改变的问题啦，就比如说它是从上面，我是这边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影格复制，哦，这个可以复制影格啊，复制影格，然后在这边按右键贴上影格，哦，那它应该是本来到这边呢，哦，这边的话要改成什么？哦，就是按右键插入关键影格，不行，那这个其实还是要了，要让我们自己做，用原来的方式做了啊，哦。这边就是不要用这样的方式啊，哦，把它删掉。哦，其实就是在这边
按右键啊，因为原来就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地方就在这边的，啊，一样按右键插入所谓的什么，那个传统补件动画，啊，哎，那这个会多，然后14，啊，按右键插入关键一个，哦，它会延长，那所以这边要做所谓的。空白不行，哦，没关系，等一下你们先做这边的哦，这边然后我看那是怎么，因为它不一样哦，按右键来先。